快来救救奥特曼，可恶的怪兽，下次能不能换我来啊？来跟今天粉丝举报。你这海月怎么回事？怎么把输出最高的拉进去了？你得拉李华呀，说不定还能拿个人头呢。下一个，行，人家高渐离台词还没念完呢，你就给人家传回去了，属实牛逼。你这怪兽干什么呢？手的位置不太对呀，怎么可以对奥特曼干这种事？下次能不能换我来？我是专业的。下一个，芈月征服了男人，也就征服了女性。还得是老男人能看着舒服，什么丝袜、大长腿的，什么都有，不像现在呢，太保守了，我不喜欢。下一个，嗨，小爱同学，播放卡塔尔世界杯。跟原来一样的，你这太过分了，突然想当艾坤了，每天都有新歌听，太幸福了。Nice。